另外一个呢，造成心理上的一种厌倦，对啊，那么也正在讨论，就是这种今后的这种训练的手段啊，训练的方式，这个好像在各个体育项目里面都遇到过，就是而且这样练下来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，是、啊、是不是就是完全的超出别人很多也不是、嗯，那么可能可以找一些更合理的方法。用一句中国古话说，就是我们是事倍功半，对啊，人家可能是事半功倍。好，我们这个有点跑题了，还接着来关注这个双方第二局的比赛。现在英格兰队是7-5领先。中国队这一段时间呢，第二局里边呢，尽管在战术打法上呢做了一些相应的一些调整，把这个凯洛格呢尽量往后场压，但是我们有时候的一些控制球啊，出现了一些失误。这一段的多拍相对也多了起来，对，来回多了，对，嗯，还是有意在改变。来哟。Surface over. Six, eight. 克拉克发球失误，没有如期。好的。这个球张亚文处理的非常好，哎。Seven, eight. 发完球以后，跟着扑上来。球，service over 9-7。9-7，注意他发后场。嗯、好球！哎，这个你克拉克不是有办法打这种轻调，这边也是学一下。谢中博这个球处理得非常好。对。嗯，再把比分咬住了就有机会了。嗯，而且现在这个总体的这种战术思想呢，在第二局还是在贯彻，就是尽量的把这个克拉克呢往前打，啊，往前调，把凯洛格往后推。对，这一段我们都很少看到凯洛格有那个往前快压的那个机会。第二局基本上反手的这种快拨快压呢，对，好像没有出过，啊，不给他机会了。对。很好看的，还是自己的主动失误。今天你看，在第一场的这个男双比赛里边，包括这一场，混双，我们自己主动失误送分的这个数量呢，还是稍显得多了一点。对。啊，出界了。Service over。10-9。9-10。好的。凯洛格就是非常希望把位置向前压，对，这种时候假动作一弹个后场，这个地方就是绝对的一个空档。
10-10。11-10，这是有点运气成分，11-10，滚网以后落在界内了。嗯。11-10 play. Service over. 他开始上来做动作。11-0。谢中国刚才轻吊球，如果速度稍微再快一点的话，这个克拉克就没有时间反应做动作了，对，啊、就往前回不来了。对。嗯，他的球就不会那么柔和，你很难受，他得逮到一个机会。对，他终于有了往前这扑杀的机会。嗯，而且刚才暂停的时候呢，估计这个你看从暂停结束以后，英格兰队的这一队选手呢，他们的重点也是打张亚文了。对啊，暂停之前呢没有这么明确，这样他更多的这个球压到张亚文的身上呢，也就避免了这个凯洛格被我们挤压到后场。他也很明白，现在凯洛格想往前走，如果不打这个张亚文这一点呢，凯洛格想往前走的这个机会不多。对啊，现在13-12。接发球飞中路。Service over。他这个反应真的是快。13-0。Service over. 14-13.